我们看一下此例题，是一在求函数 f of x 等于根号 x 的时候，在 x 等于4的时候，它的线性估计函数。那我们在求线性估计函数之前，我们要先找出 f of 4会这个函数值会等于多少，那它会等于2。再来，我们来算一下 f of 的一次导函数，它会等于2倍的根号 x 分之一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出 f of 4 prime，也就是4这一点的导数会等于四分之一。那求出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代公式算出线性估计函数 L of x，它会等于4这个点的函数值加上 f 在4这个点的导数乘以 x 的变化量，也会等于2加四分之一的 x 减掉4，会等于四分之 x 加上1。